一早起来我就画画去了，现在是早晨，现在是9:30，这是老李做的饭，今天是8号，9月8号，早晨9:30，他炒了是打了一个汤，啊，紫菜鸡蛋汤，鸡肉跟那个土豆，那干豆腐尖椒。一炒炒这么多，他说我炒菜少多，你看他炒菜一炒炒一大盘子。受传染了吗？嗯。咸吧。干豆腐本来是咸的，所以你一定不能搁盐。搁的不太多。干豆腐是咸的。今天他终于做饭了，这改革的成效呗，改革成功，改革春风吹满地了。然后你不是画画吗？你没时间。那我要不画画你就不做饭。不画画啊，不昨天发了个视频，说老李尖，我尖，张嘴太有心眼了。谁说的？网友，我有心眼啊！我天，把所有财产全给你闺女。嗯，你最近在两手空空到别人家过，得有心眼，省得给你送财产。是不是冤吗？不是。嗯，不是。那不是跟你为了争财产，你怕财产落到别人手里边，不是落我手里啊，你落不到我手里，你可能落到别人手里。谁说的？他离婚多少年以后？8年9年以后，我们俩才认识的。他之前有一个，他找这个，你得闭嘴吧。非常有钱那个女的，过了7年，那女的在秦皇岛，在北京就3套房子。你秦皇岛的房子别说了，多的都太多了。你想想，这女的有钱没钱？有钱。这米饭过一晚上就得什么？管晚上的？嗯，行，挺好啊。有啥呀？过7年以后，我们俩认识的。结婚了。老实吧，老实巴交吧，大家招待几婚了？8婚。他找那女的，特别优秀，那女的，做生意的，上楼了。精明能干。说他不跟人过了，他不跟人过，他跟原配也是他不过的，他跟这个大富婆也是他不过的，都他不过的。你说干嘛呀？啊，不是，都是你不过的。完了，从我们俩认识以后，那女的就知道我们俩好了以后，认识以后，那女的就开始找人骚扰他，骚扰我，扬言要打上他的腿。你不跟我，那个女的说你要不跟我过，我就打上你的腿，给他吓的。
妞妞，实话吧，我说是实话吧，不是。妞妞，妈呀，你咋还说不说实话呢？啊，给给。照片，我三天还得买去。我那时候，我吃饭快，人家说我吃饭像打架似的。是不是？热呢。咋吃饭还得化呗？化。把汤再喝点。汤，嗯，第一碗，话咋懂了？把你的话发出来。还有，他不是不着急吗？不着急，我着急呀、啊。那我不着急呀、啊。红叶一副呢，其实我还跟那个谁还答应一副呢。谁呀、啊？康丽。哎呦我天！都要公平的，不要脏话、嗯。都要公平的，不要脏话。你这是公平吗？嗯，公平。确实是，你的脏话，三天不脏话，那多累。全是不长的，全是白话。朋友嘛，朋友嘛，朋友你还索取吗？嗯，真的这么多朋友一人一副不累坏你？你说给谁送过话？开天辟地我给谁送过话？你一开那门，别人知道的都问你要什么、啊。那我有看人呐，我值不值得？我值不值得一送啊？一幅画，那幅画最少卖2000。我吃饭快，我去，今天吃饱。你看，再做菜，再做菜，我俩也能吃了吧？给你看，没拆是吧？没拆这架子。这一片全都装。全装。嗯。这是非洲。前道也不知道多没多，前日才前。几分钟把饭吃完了，我刚吃了一半。哎，这不你忙去吧，我收拾。行了，继续话筒，让他收拾，我忙我的。吃完饭吧，这个现在是花叶子，这个花呢，还得还没放完，这花还得找一遍颜色，颜色还得找，像这样的根部的这样都得找颜色，颜色没到位，现在叶子最不好画，就是叶子，画花难画叶子在这儿呢，赶紧的画，画完好几幅呢，好几幅在等着呢，嗯。哎呀，现在5点了，从早晨起来，我早晨一起来就开始画，吃完没吃饭就开始画，画到现在，就这个叶子，就这几个叶子，包括这一个花儿，画了一天，不画了。哎呀，花好画，叶子不好画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。
这老李把弄的韭菜馅儿、大虾、鸡蛋、韭菜的，他和的面。一会儿我们吃韭菜，你看老李表现多好。这不蒸的饺子，蒸饺子、烙饺子，吃饭。哦，我们今天早上起来，他做的饭，完了晚上的饺子，因为早上起来画画，一直画到5点多钟了。他说把馅儿拌好了，老李把馅儿拌好了，我面也和好了，我们俩就包饺子，这是烙饺子，没有肉，大虾、鸡蛋和韭菜，没有放肉。嗯，你扫个盘子，它卷着，卷起来。不错，今天饺子挺好吃。我画画腰疼，画了一天，中午也没休息。老李表现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不画画吗？嗯，大点的，嗯。画画去。那一点去，都剪。嗯，看样子不炒，不给他炒表示不行，所以炒炒治一治他做饭挺好。没给我点儿，要不画画还得做饭。这吃那个吧。谁呀？你吃这个吧。我想吃这个。那饺子是油放少了，我不喜欢放那么多油。有点粘锅，怎么我不吃了？怎么吃了呢？你这俩吃不动啊！吃不动了，吃了几个了？才吃几个呀？吃不动吗？我妈呀，有6、7个了，这么大饺子。嗯，挺好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没放肉，放大虾，大虾和鸡蛋。正好。嗯。不是了，因为我画画腰疼，说好的让他收拾，我得躺一会儿去，好吧，躺一会儿。